你俩坐着干啥呢吧？你饿不？你咋还不回家呢吧？晚上你妈没在家，没饭。那我给你整点呗。你会做饭吗？咋不会呢？他做饭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别在那瞎掰了，饭你等着啊，我给你整点。你不知道为啥啊？就我做这玩意儿吧，都黢黑。再来点水，吃着瞅啥呢？什么玩意儿黢黑的？能吃吗？你尝尝。吃多了。这么难吃的吃这些啊，来喝点这个，这是元气森林新出的对色乳酸菌。幸亏这个东西不是酸甜，还挺清爽，是不行啊。这是零糖零脂低热量的啊，还有老多进口益生菌和膳食纤维呢。什么菌？哎，别管啥菌了，好东西你就整吧。以后他做的东西千万别吃，怕你扛不住丢了狗命。行了吧，你快再喝点，多顺顺，剩点去黑的，一块儿让阿卢吃。哎呦我的妈！